认识动物十二，浣熊。你好，你是谁？我是浣熊。浣熊是哺乳动物。你们住在哪里？很多浣熊住在北美洲。我们住在森林、湿地和城市里。我们常在树上挖洞。你戴了面具吗？没有，那是我的毛。我们的尾巴上还有一圈一圈的花纹。你们吃什么？浣熊什么都吃。我们喜欢吃鱼、浆果、老鼠和青蛙。在城市里找吃的很难吗？不难。我们能在垃圾桶里找到好吃的。你能打开垃圾桶吗？能，我们的前爪就像你们的手。每只爪子有五根指头。我们能拿东西，也能开门。浣熊们一起生活吗？是的，浣熊喜欢一起生活。我们白天睡觉，晚上找吃的。呜，我闻到了垃圾桶里的好吃的香味了。再见。再见，浣熊。